好，我是 SNH Four Kids Seven Senses 里的张宇格。关于我小时候的日记呢，只能说我小时候不写日记，然后我长大了倒是偶尔会用就是写日记的方式记录一下我自己的生活，但是都是写的一些很不可告人的事情。感谢秒拍咪咕视频的邀请，献礼70周年寻忆日记里的儿时梦，和我一起分享你的熊孩子日记吧。